没有了，你看，没了，还有一点痕迹，吉尼，我重新来，看，来嘛，你画嘛，我拍你，来嘛，啊，你的字好看。哦，差一点又没了。你怎么你还会这些东西呀？肯定的呀。哇！哇！别人都笑了。你要肯定都看不懂，没怎么样。哎呀，又没了，还一点点痕迹。哇，好多小朋友呀！对，我来大海了，来大海这儿玩了。叶总字写得很美，真的呀。吉年买一条丝巾，我都忘了我的那个在哪里去了。哎呀，吉年把头发扎起来，我也想扎。太乱了，但是在海边那个风很大。谢谢啊，感谢姐姐们的夸奖，谢谢这些哥哥，还有一些阿姨、一些叔叔、一些奶奶，谢谢你们的喜欢哟。然后我们今天是来到三亚的第二天，然后再玩一两天我们就要回去了哟。然后希望每次直播的分享，然后都给直播间的姐姐们，还有一些阿姨，还有一些奶奶，然后希望你们都开心。因为本来今天下午我们俩都想去玩的，但是又想了一下，答应了直播间的一些姐姐还有一些阿姨们，没有看过海的，就是为了想给家人们看看海，一起看，一起分享这片开心美丽的大海。然后所以今天下午就给家人们直播了。我们来这么远的地方就是很难得，但是还是想花时间给直播间的姐和一些阿姨多给你们直播。对，就是这儿很舒服，真的很舒服。吹海风，你们是在拍婚纱照吗？不是呀，有可能我们都哎呀算了，下一次给阿姨们说。有什么开心的事，一定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家人们的。怎么啦，姐？他们说我们是来拍婚纱照吗？哈哈。婚纱照，完了完了，你已经把我拍到了。哎呦，你上一次还自拍呢。多久？怎么啦，家人们？你们想看婚纱照了呀？啊、这么快就想看？翻转一面。啊，干嘛？这么快就想看婚纱照了呀？他们啊，你眼角纹好明显，40岁吧？是的，是的，是的，40。哇，现在咱们直播间20万人了呀！来，吉莲翻转一下。可以的。这么多人了呀？那儿。啊、我的天呀，对，今年真的是太美了吧。今年太大的，哇，今年叶总应该在三亚给今年求婚。求婚归求婚，求婚咱们一定要
要很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咱们主婚家人们，求婚的话，要一定要有人见证，知道吧？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咱们要偷偷把今天的一些好朋友们都给叫上，然后偷偷一下，突然给他个惊喜，这个样子求婚才浪漫，对不对？然后他的好朋友都会羡慕他，都会羡慕他。咱们今天求婚那个东西，今天咱们是确实来到了三亚，这里求婚，别人都不知道，对不对？咱们还是要有仪式感，对吗，家人们？三亚拍婚纱照，我准备婚纱照，我要带今天去马尔代夫，要出国去拍。你看这个爸爸跟他的孩子玩得很开心。哇，对，哎呀，以后我要是有个孩子，我也要这样对待他。不用不用，谢谢帅哥，谢谢帅哥。我们玩过了。谢谢啊，谢谢谢谢。拍下来的。没事没事。我们开直播呢。我今天，我跟你说个事儿。哎呀，今天你看人家这个爸爸带着孩子，我就是，哎呀，我的话就是还没孩子，我要有的话，我天天带他这样玩，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知道的。哎呀，真的，我就是没有，太羡慕了。哎呀，家人们，你们说我真的我太羡慕了。哎呀，这个爸爸带着孩子，人家一直在这儿玩。给我手机，我接个电话。接吧。好嘞，好。哇，欢迎咱们新直播间所有家人们，20万人呢，哎呀！哎，怎么我感觉手机在抖，怎么没电话？我的电话吧。你电话在哪儿？我书包，你书包里面。对对对，在三亚。对，咱们现在在三亚湾这边哈，海南岛，这就是传说中的海南岛。我准备的话，拍婚纱照要带今天去马尔代夫。对，马尔代夫。就一个国一个城市哈，带他出国去拍。巴厘岛呀，你们说我们去巴厘岛还是马尔代夫，都可以。有眼角纹了，人家纪念的不是眼角纹，家人们，我告诉你们，这个是笑纹，爱笑的人都会有。怎么啦？你们嫌弃今天有眼角纹呀？这个是人家的。只要你不嫌弃就可以了。我不会嫌弃的。嫌弃无所谓。怎么？我怎么可能嫌弃你？他们有人说人家今年这个有那个，人家那个是孝文，家人们，是孝文，马尔代夫呀，然后都可以，好的好的哈，家人们，那我们一定要去今年。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哈，以后我还带你去个地方，叫做马尔代夫，你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很美丽的一个城市，特别漂亮。人家有些姐姐不嫌弃的。现在好像都免签了哈，好像免签了。是的，马尔代夫年轻。对，那是人家的笑纹，那爱笑的人都会有，对不对？今天，那爱笑的人都会有。哇，现在咱们直播间20万人呐、啊，这么多人呀，我的天呀！来海口玩，可以的，我们下来有时间我们就去哈。咱们直播间有海南岛的家人们吗？应该也有哈，今天。对，这是美人纹，对对对。今年感觉，你们感觉今年多大年纪？人家今年还年轻呢，20出头。对，人家今年才20出头。一般哈，比较美、比较有气质的哈，爱笑的姑娘都会有这个纹，叫做笑纹，特别的美丽哈。眼睛笑起来就眯着，跟条缝一样的，这个是其实很好看的啊，女孩子身上。两家人想来偶遇，今天他们有人说来偶遇你，如果真能偶遇得上的话，我的天，那就真的太有缘分了，对不对？今天对，那真能偶遇得上，那就太有缘分了。啊，我呛着了。怎么30多都来了，家人们，人家怎么可能30多？人家今天怎么可能30多？今天你多少岁？你告诉大家啊，我衣服年龄吗？啊，我45岁了。啊，45岁了呀？他们说我45，我就45呀。啊，行吧。我很开朗的，如果有的对不对？有的他说他40岁，他会不开心。我的话，哎呀，只要你们开心，我开不开心不重要的。对，你看今天他是很开朗的，他也不会有因为别人说他什么30多岁他而生气。这小姑娘性格还是特别的好。
还是二十出头哈。那还有人说我们两个是假感情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证明给这些人看。这些人，我有吗？咱们主播家人们有的，他们说我们两个，他们觉得网上有很多假感情，就觉得我们两个是假感情。怎么可能？好无语。假感情这个样子，家人们不说了啊。假感情都要拍出感情。就凭吉年他今天，这个样子哈。对呀、啊，我每次我给吉年记录下来，那记录的都会有感情的，真的，我们的感情也是慢慢越来越深厚的。其实一些假感情拍出来的话，你就是你可能就看出来了。对，家人们，我说实话哈，就凭今天，家人们你们的信任，我和吉年如果真的能够到结婚的那一天，结婚证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家人们？你给他们看，有的可能还说是。而且这个结婚证的话，我一定要把日期都给咱们直播家人们看清楚，对吧？因为大家这么多人信任咱们身上是有责任和担当的，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的期盼，对不对？不能辜负大家的期盼。所以说，眼睛进什么了？啊，怎么回事？我给你吹一下。哎呀，有沙子。真的？等一下，我帮你弄。哎呀，好一点了吗？好了吗？好了呀，我再给你弄一下。哎，怎么了？你笑啥？那结婚证必须给大家到位，真的，对不对？因为网络上什么人都有很多小黑粉也会有哈，但咱们都习惯了。说实话，我们开直播是开给支持我们、喜欢我们、爱我们的人看的，是开给咱们的家人们看的，而不是开给小黑粉看的。所以说，我们不会在乎小黑粉的看法，对不对？今天哇，你看那个阿姨好危险呀！啊。啊，对，他这么出去了，他好危险，要给他说一下。哇，我的天，待会儿被卷走了怎么办？就是啊，真的有点危险啊，那个阿姨，小心点今天。所以说咱们要离海浪远一点，知道吧？嗯。你们领证了吗？没有，正因为咱们现在还没领证，所以说我们领证的时候可以让大家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咱们结婚的日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哈，咱们主播家人们，你们觉得好不好？大家同不同意？你们觉得打，如果同意打个同意，我到时候把日期、结婚证都给咱们主播家人们看。啊，同意打个同意。我也会迟早都会和大家见面的哈，放心。跳个舞呀，真的呀，你们真想看今天跳舞？这个样子，咱们主播家人们。正好这么美丽的风景，再配上这么美丽的人，在这个马上要，这是什么？这个黄色的云彩是什么？家人们，晚霞。在这种场景下，我就想问一句，家人们，你们想不想看吉年跳舞？想看，打个想看。真的，在这个场景下边，太美了。吉年在这个地方如果给大家舞一下的话，我的天呀，真的。吉年这个样子，我和大家争取一下啊，你们如果想看吉年来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来过来，咱们要给吉年好好的沟通一下，因为他很久没跳过舞了，他现在也没有热身，我都怕他拉伤。如果跳舞，因为跳舞的话，跳好看的舞都会要那个啥，都会有一些高难度动作。来，吉年过来一下，来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大家想看，我跟你们争取一下，我们走上来一点，因为待会儿怕跳舞跳到待会儿被那个水给冲着了呢。想看吗？炫跳可以，炫学炫跳，我的天呀！来，咱们直播间们，现在咱们直播间22万人，这么多人，拍在视频里面吗？拍在视频里边。这个样子，今天咱们视频里边要看，咱们在直播间我们也给大家轻轻的20秒钟，不要多了，好不好？那个，我记得你以前给我看过一个视频，来过来，今天就是一个，听我说，一个民族舞，那个如花儿什么什么的，我忘了那个怎么跳，随意嘛，你就记得你记得的是怎么样的就随意跳一下，想呀。摆几个动作也可以，对，随意摆几个动作，
可以吗？今天你就随意摆几个动作，想看吗？想看哪个想看。真的，今天从来没有和咱们直播间这么多家人们见了这么久了哈，从来没有，就是说让今天跳过一支舞的。来，今天来把手机，我把那个歌曲放到最大，不然他们听不到歌曲伴奏。来，等一下哈，今天家人们想不想看？痛啊痛啊，小心点小心点，想看的打个想看，随意跳一下。今天20秒钟啊，我们只跳20秒，因为什么哈？因为不能跳多了，跳多了的话我们到时候视频里边还会给大家拍一个好更好看的哈。今天就随意跳一下，随意跳一下，想呀，这么多人想呀，我的天。好了，来咱们主播家人们，那咱们就开始了哈，就这一次哈，随意20秒好不好？乱跳，随便乱跳哈。来家人们，来吧，想看，这么多人想看，这个样子咱们主播家人没点关注点关注左上角哈。咱们现在小站呢是244万，我们点到300万，我们就直接开始跳好吗？家人们，小站站一直把小手放在右下角那个大指拇上，那个指拇上边这个标志上，它就会一直连在，对，放在上边。咱们直接搂到300万，300万我让今天和大家跳一首舞。今天从来没有给大家跳过舞，这是咱们直播间第一次跳舞。我真不会，直接放在那个小站的上边，它就会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对对对，乱跳呀，今天你乱跳都很美，没关系的。来家人们，来，今天把你手机打开，我放个伴奏。这么多人想看呀，260万呢，265万点赞呢，266万呢，马上点赞就到300万了，家人们，马上就到270了，这么快，哇，太快了吧，这个点赞点的，带这个晚霞来了，哇，等一下，人家有个大叔在拍照。来来来，准备哈，三，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哈，今天这个样子啊，再来一遍，好不好？就再来一遍哈，来三，来过来过来一点吧，别挡着人家拍照。对，不要挡着别人拍照。在你那个有个哥们在那儿拍照。今天，你就随意发挥好不好？乱跳了。295万了，马上就300万了哈，马上300万点赞了。来，就这首歌吗？就这首歌曲吗？好嘞，来了，好，来喽，家人们，来喽来喽，他来了，来了，太美了吧，哇哇，这个风吹的，哎呦，这个头发了，来来来，绑一下吧，头发随意发挥，今天好不好？20秒钟我们只跳，看轻轻绑一下可不可以，把头发，因为这个头发那个太那个啥了。什么族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族吗？家人们知道这是什么民族的舞吗？知道打个你们就打在公屏上。太美了，真的，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舞蹈。这是什么族？今天他们就会跳民族舞，很多民族的舞蹈他都会。哇，现在咱们直播间24万人的傣族，对，傣族，哇，咱们直播间好多人懂行呀。来喽来喽，今天一首韩红的月亮送给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哈，这首歌曲来喽来喽，随意发挥哈，今天随意即兴来了。再来一遍吧，听不见呀，我离近一点。今天说听不见伴奏哈，来，来了来了，这下真来了哈，24万人呢，现在咱们直播间。快点！人家把我谁盯着你呀？啊，真的好看呀，家人们！好美呀，今天！
你怎么了？谁把你盯着啊？你知道现在咱们直播间多少人吗？不知道。24.5万人，我的天呀，真的，我直接沉醉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我的天，吉连，太美了，来再。我乱跳的，我想不起来了。你可以随意跳一下吗？还跳什么？随意跳一下。你看现在咱们直播间多少人？你看现在咱们直播间多少人？我的天，来吉连，太美了，真的，真棒。哇，今天好看吗，家人们？今天美不美？谢谢姐姐，谢谢阿姨，谢谢奶奶，谢谢哥哥，谢谢叔叔。这个样子，家人们，因为在海滩上边太多人了，现在海滩上边拿着手机在拍咱们哈。刚刚来了好几个，那边的人都在拿手机来照。这个样子，今天他跳舞，我待会儿我就用手机给他拍视频，以视频的形式呈现出来，好不好？咱们直播家人们。然后我就给大家放视频，待会儿我把视频发出来，没点关注点关注，点了关注就可以看到咱们跳舞的视频了，好吗？咱们直播间们，你们就看视频就好了。我下来，我看这几天，我让今天找个更美的风景的地方给大家拍拍视频。哇！我学一个，待会儿拍一个视频给阿姨他们看。待会儿拍个视频呀？你现学呀？啊，可以现学呀。你这么棒呀？哇，今天现学啊！天生丽质，真的是天生丽质，真的。今天人家1.7米，身材又好，我的天，美如天仙，天仙下凡呀！就跳他们民族的，他民族的也有，他民族是那个彝族，彝族舞其实也有，但彝族舞的话，比较温柔哈，我觉得其他舞更优美一点哈。海南什么地方？咱们在三亚呢，家人们，三亚，在这个海岛上的。这么大一个沙滩啊，如果咱们真的碰到咱们的今天的粉丝哈，那真的太巧太有缘了。但现在暂时还没碰到哈，我觉得应该也不知道碰得上不。对呀、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粉丝？你看那个阿姨拍照好可爱，她让她老公这样。哇，好幸福呀！一直点一下拍一下。对对对。假装在海上奔跑拍出来就是。真的呀！哇，今天你这个样子。咱们直播间们，我现在，马上要去吃饭了。今天5:30了，家人们，知道吗？好吧。现在跳吗？这个样子，我问一下，你们想现在跳还是拍视频？拍视频的话，会更美。为什么？因为拍视频大家可以反复的观看。如果咱们现在在直播间给大家跳完了过后，你们就只能看这一遍。今天看了这一遍以后就看不着了，咱们直播间们，你们所以说想拍视频看还是说现在看？你们打在公屏上，我看一下。想拍视频看，你们就打个想拍视频。我让今天待会儿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看。哇，这个游艇。对对对，现在不能跳了，为什么哈？因为现在很多阿姨们，你看有很多人都在拿着手机拍照。然后刚刚已经又过来了三个了，拿手机来拍吉连的，因为他一拍照就全部拿手机来拍他，然后拍了他过后，然后的话就不好，为啥呢？因为待会儿就是把别人拍的吉连就那个往上去散发，这样不好哈。拍视频呀，都打拍视频，行，那咱们就拍个视频，大家可以反复的观看，那真的太好了，对不对，吉连？嗯。这个样子，咱们直播间们，大家没点关注点关注，你饿了吗？点了吧，有点饿。那咱们，我带你去吃个好吃的，海鲜。可是我不会吃很多海鲜啊。你不会吃，我帮你包，好吗？我陪你吃，你喜欢吃什么我就。我陪你，我带你去吃。陪你吃。那我不带你去吃海鲜，我带你去吃这边的特色。不行，就吃海鲜，因为你喜欢吃海鲜。我带你去吃这样，你的手臂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现在拍照可好看了。哇，真的夕阳西下。晚霞耶，家人们，今天运气太好了，碰到晚霞了。你们看，哇，现在拍照可好看了，家人们。我们拍视频。来，我给你拍个照，来吧，来吧，来，我先给你拍个视频。家人们，来，我直接给今天拍个视频。家人们太幸运了，姐姐们，你们看，阿姨们。哇，直接碰到了这个夕阳了。来，今天，他都在拍照，太美了哈。这个晚霞太美了，今天来，我先给你拍个视频，来海边去，走吧，走海边，海边，咱们直接去海边，我给今天拍个视频，好不好？
今天直接就给吉林拍个视频，合照肯定要合照，待会儿迟一点合照。你们看啊，全都拿着手机在拍照，所以说咱们待会儿一跳舞的话，旁边就全是人在拍照，所以说有点不方便啊，家人们。哇，吉林快快，来再过来一点。好好，你把你手机放我包里，来来来。这个衣服不拿了吗？拿，来来来，那我给你拍。哇，别动别动别动，太美了，别动，来头仰起来一点。哇，我的天，太美了吧，这也。家人们，你们说我会不会拍？我要把今天的美全都给拍下来。来来来，今天别动，来往前走，我抓拍一下，随便走，哎对，随便走几步。好嘞好嘞，真的好看，太美了，现在咱们直播间27万人了，我的天。来，我再给你拍一张，好吗？来来来，真的，其实不是我拍照的手法好看，是因为吉林真的太美了，哇，随意一拍都是大片呀，哇，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啊，太美了，真好看啊，今天。嗯，头发散开，他们说让你把头发散开更好看啊，怎么了？好，来今天咱们直播间们哈，这个样子，我现在今天去吃饭好不好，大家没点关注点个关注左上角，然后吃了饭过后，我最近我这两天我把视频我给他多拍一点，到时候给大家分享好吗？大家觉得好打个好，来今天那我带你先去吃饭，好吧？因为今天有点晚了哈，5点半了，待会儿咱们吃饭的地方开车应该开个半个小时，就6点钟了，家人们哈。然后我多拍拍视频给大家就好了哈，拜拜。今天来你给大家打个招呼。拜拜，姐姐阿姨还有一些哥哥，一些叔叔，拜拜，下次见哟。